即系会跌几多啊？杀黄金周根本都冇乜用噶啦，而家都啊，起码都系差唔多咧，都系跌七成噶啦，都要。平均啊，如果黄金周如果唔有冇有翻游客嘅，起码都有平均都都有千零二千啦，而家冇啦，而家都。冇喎、啊，照开。其实我有开嘅，日日都。示威者就好老实讲，即系诉求嗰度已经撤回咗啦。根本上，如果再搞嘅，其实想做乜嘢呢？系咪先？我又唔明啦。即系开头我都 O K 嘅，撑嘅，我都支持嘅。但系而家佢搞到又警察又成成个香港立立乱，咁会唔会影响到人嘅生计呢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要生存的嘛，你们的诉求已经是达到了目的啦，撤回了啦，那其实你再想的诉求是什么呢、啊、我又不太明白啦，这件事就。啊